嗯，你吃一颗好像惊喜包一样，什么东西都有。拍手了，真正的杨枝甘露，那个你可以吃到那个芒果的台湾芒果的香，冲到脑门去了。真的假的？不饱了，它那个味道刚刚好。今晚10点，一起吃饭吧，就在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